一辆，吃饭了。这也太丰富了吧！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，早餐一般应该摄入400至500卡的热量，其中应该包括碳水化合物，还有蛋白质、维生素、矿物质，这样才能保证一早上的消耗。你休息日还早起，就是为了给我做早饭？那倒也不是。还有午饭、晚饭、夜宵，一会儿别忘了带走。你这是打算转行做职业伙夫啦？我看你们律师忙起来不是不吃饭，就是随便点外卖，一点营养都没有。现在好了，我有时间，我可以给你做。最近这几天你为了网贷的案子一直加班，晚上我怕你饿，所以多准备了一些。你这样做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报你。你可以以身相许啊。上班了，来不及了，你继续过你的退休老干部生活吧，我去上班了。我送你。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，不用送我了。我就送你到电梯口。我走了。进来帮你按电梯，不用谢。饭后消食有助消化，正好送你去公交站。等我忙完，我们去郊里逛。好啊，你想去哪？要不去看看小动物什么的。嗯，大象、山羊、小燕子，你看像不像？像。小兔子，小兔子。这哪像小兔子了？小兔子不应该这样吗？嗯，像吗？这个像。你先回去吧，我这段时间太忙了，你晚上早点休息，不用等我了。要不，你再送送我吧。好啊。上次你是故意的吧？什么事？我怎么不记得？啊，快回去吧，说好了给送到门口的。那就送你到门口吧，记得按时吃饭。才8点。